帅，炫迈口香糖快乐男生。上周，2013快乐男生双直播热血开启，66强全面突围，争夺20强席位。我们要用10倍的热情，10倍的精彩，带给大家一场现场直播的青春盛宴。四大评审惊艳亮相，精彩点评火花四溅。你是驾着七彩祥云来的吗？所有的快乐男生燥起来！面对最后的10个席位，剩下的26位选手继续激烈比拼，又将获得其中几席，我们拭目以待。2013快乐男生全国20强诞生战第3场直播马上开启。晚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炅。各位大家好，我是汪涵。很高兴我们又在快乐男生见面了，一个礼拜不见了，大家好吧？好，加油！包括赵宇辰啊，自从我们春春说方脸即将会成为潮流的脸型，好吗？现在很多人都在晒方脸了。现在方脸真的成为流行了。我谢谢我们的芳芳啊，我们的这个赵晨宇。另外呢，我们相信呢，剩下的我们的26位选手还没有唱，今天会做好万全的准备。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跟你说，其中有一个我是特别想让他上场。那另外呢，还有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快乐男生命运的，当然是我们的四大评委。欢迎！好，我们听听看，我们评委们有什么话在这一刻要对我们的选手说。首先，谁先来？来，谢霆锋。好的，谢谢。下面是我们今天非常青春的春春，李宇春。Hello， 大家晚上好啊！再不疯狂就老了，再不强累都没有席位了，所以按兵不动的朋友赶紧按钮吧。哎，说得好，好棒哦！要按钮，不要按兵不动。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家，你的真心我的情不一家。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来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别人一般是来玩我，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可有他，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心里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四位，180秒点评时间，请点评。这一组今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其实依然给我们很多的惊讶。这里呢，特别要提到63号张彦博，那你今天的表现非常的特别，把我吸引到很多年前那个快乐的夏天。我曾经也在那个夏天的时候，因为听见这首歌，投了100多块钱的票给我身边这一位。那所以呢，我把唱这首歌的你的感受哈，你唱的这首歌的感受呢，交给春春来点评，好吗？哇！今天张彦博选的这首歌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但是呢，我其实听到的更像《我的心里只有他没有你》。我指的那个他是指的你手中的吉他啊，因为我非常喜欢你的 finger style， 你的指弹非常的棒。相对来讲，我觉得 vocal 的部分就有一点可惜，没有跟上你的吉他。
然后再一个是王博文，你选择的是卢广仲的《我爱你》这首歌，其实非常的随性，我觉得今天你的感觉更像是顺利完成。其实我希望你可以更大胆，更把它耍出来，让我们看到你真的有把你的马放过来。好，谢谢老师。然后再一个是47号选手张颖，不如我们交给桃子姐。我其实刚刚看到，所以我们还在犹豫这件事情，有些歌可能适合，有些可能不那么绝对的适合。谢谢，时间到。好的，好。不知道刚才评委老师的点评到底对于我们场上的选手是美梦还是噩梦。快乐男生晋级合作伙伴，过把火才够味，天窝茶庄炭烧奶茶。错误千家绝味鸭脖连锁领导品牌。8月1日，聚美优品3.5周年庆，你做梦都想不到的折扣，大破地价，就在聚美优品。鸿星尔克微领贴，你看乐蜂网这么多化妆品啊，长五折。我更快的网络速度，我更好的信号覆盖。这是一有没有存在的意义？我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少数伟大的东西上，直到我们触及的每个想法，但你总能感觉得到，这就是我们的印记，它代表了所有。有角质保养又白忙了，现在继续。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2013快乐中国原创年度超级偶像选秀快乐男生全国20强诞生战第3场的现场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是由美味持久 Stretch 炫迈口香糖冠名播出。想要获得更多的比赛信息，您可以下载。那经过我们4位评委一致的选，3、2、1，抢擂开始。这一轮的擂主是，擂主是，我不想和他们一样，我不想和他们一样。我为自美，我还相信爱。你可以带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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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妹子身形不怕大，那妹子出门怕不辣。我们的评委老师到底有什么样的点评？首先，桃子。那不晓得霆锋老师有什么看法？其实各位都成长了很多。我们20秒钟先存着，放在主持人那里，谢谢。可以吗？评委老师呢？其实对于这一组的选手，其实可能会比较的纠结，因为，耿琪一出来用他很独特的一种风采。让昨天关心昨天爱。果冻，我要喜之郎。这个舞台，一切未知。抢擂开始。谁将下一个演唱？没有人知道下一个上场唱歌的会是谁。谁能征服评委？谁还能留下？选手是谁？他加油就可以了解选手关注度，还有机会获得媒体会提供的 iMac 新款一台。Super， 唯一的秘密，9种坚果秘制配方，不添加任何食品添加剂，唯一开创中国饮品零添加剂时代，唯一九果原浆，您得来一。7罐加多宝，配方正宗，当然更多人喝。怕上火，喝加多宝。
一路向前，有时会丢了真实的自己，幸好那份真实回头依然还在。牛奶加果粒，真实就是真果粒。现在继续。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好，接下来刚才观众在微博上啊，因为每次广告的时候我就去看微博呀、啊、对对对，因为我不敬业嘛然后他们说广告能不能少点，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镜头能不能多扫扫李宇春，这个我们应该可以、这个应该可以，这个可以啊。哎，我们要不然待会儿站在他背后就主持呢？不不不，那我觉得也有很多人希望多扫扫我们坤儿啊，对，我们桃子姐啊，还有我们霆锋啊，对不对？在他们背后游走。现在，好的，现在呢，其实我们不想在他们背后游走，我们希望听到他们给我们一个最后的结果，这一轮的结果。哎呦，你要站在这个抢镜头去了，是不是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先回顾一下刚才的演唱。不知道这个耿琦这个 T 恤是反穿的，刚才汪涵问他了。好的，在这一组我们要宣布一下，我特地在春的旁边宣布啊、哦，让镜头多扫他点啊、哦。你好，六十一号的徐畅请出列。徐畅，这个霆锋跟春非常的爱你，但我们希望你明天更精彩，所以我们给你待定。耶、yeah.。各位，三、二、一，抢擂开始。哦。傻傻看你，只好和你。那即使要是你往日的笑容。记着那样熟悉的声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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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知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我们有请评委点评开始。我先说吧，其实四号选手，我觉得。坤哥 OK， 那我相信那个春春和桃子姐应该有一些话想要表达。王启，如果将来你入这一行，那么春觉得春，我喜欢王启他一开口我就很开心，而且我觉得在这么多位选手当中，他已经有他自己的 logo 了，有辨识度。对，他的音乐是不有没有重样性的，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非常喜欢。好嘞，好。是的，那到底王启这么一个听我的，明晚十点，林森快乐中国，为炫迈口香糖快乐男生全国二十强诞生战第四场。请专家斯巴鲁邀您共同参与三十一座森林星之旅，详情搜索三十一座森林。斯巴鲁，你能马上回来吗 ？OK， 两分钟。人生或是一次勇敢的探险，来此常规，我要快乐不毕业。果粒，现在继续。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2013快乐中国原创年度超级偶像选秀，评委代表来给我们大家宣布这一组的情况。霆锋就是阿克将晋级，恭喜阿克将第来三二二一全开开始带过来，剩下的人越来越少了，到底擂主要 check 你听着这首歌的风格，2013选秀快乐男生最强耶、yeah、谢谢。穿得很哲学的你其实有点坏，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像问白云的边缘。春首先我觉得还是讲一下擂主欧豪。好，欧豪因为我自己还挺喜欢你的 rap 的，因为一般其实我觉得唱 rap 就会有那种压迫感给到别人，但是我觉得你的恰到好处，而且我觉得你一笑起来有一种无公害的脾气，
我自己蛮喜欢的，可是你就我觉得需要在音准上面再加强一点，好不好？然后我觉得我也有观察到饶威，我觉得今天可能摄像大哥不会太喜欢你，因为你一直这样晃，他真的很难很难抓，不好聚焦。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这是你个人的一个风格吧，然后你就继续的摇晃吧，我自己觉得还不错，还不错哦。啊，你们要节约这么多给我们的，我们节约多了我们要罚款的。好，来了这一首比较稳的版的歌曲，但是希望下一次会有多点 rap 的变化。OK， 好，好，对你提出了希望。到底谁有下一次？谁可以晋级呢？再继续，欢迎各位回来。在这一轮，谁晋级，谁淘汰，谁待定？春春，首先我来宣布，音浪太强，不会不晃被会掰会。对不起，春春，音浪太强，来来来，直播我们也剪掉，会被撞到地上的。饶威，饶威的命运是，你今天的结果是直接晋级。哇，恭喜我们第十三位的全国二十强饶威，太开心了。接下来我宣布是杨洋还有擂主欧豪，你们今天的结果是待定。还有待定，还有机会，待定还有机会，明天继续好好唱。那我们辉灿和我们魏帅，接下来是魏帅和辉灿，很抱歉你们今天的结果是淘汰。谢谢，谢谢辉灿来，谢谢魏帅来，谢谢谢谢。二一，抢先开始。就给那首有我的暮色加里春暖花开，我一无所有，妹妹你是否会跟我走。谢谢东东，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俊宇。谢谢长沙上去的最后一位选手。好的，我们请大家都上台来。那我们现在还剩下两位歌手没有演唱，